哎妈，今天这边还挺热闹哈，啥时候开摆的呀？不知道，我咱俩今天在家不熟悉呀。刚才给姑娘送去舞蹈班回来，我媳妇说这块广场挺热闹的，一块过来一看，全都是卖货的，瞅瞅吧。企业家节。大姐看呢？看没有？啊，这在沟里又坐着，搁兜里坐着。哎呀，大吉就我一份，大吉就你一份，再没人坐。这是老式的那个井，是吧？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但是这个也是那个以前有的屯儿的，就用这个井，用这种井啊。这个就是按我这个年龄没见过这种井。这个撅的杆儿的啊，这撅的杆儿的，这个打满了往上爬。这个我们这小时候就用过，一般都是葫芦把。对，对对对，葫芦把要是小孩儿摇都夹脚。对对对，小时候小不让小孩上跟前去，怕掉井去。完我这给人打井啊。那么咋没有电都掉啊？哎呀，厉害！以前的传统的，这手工艺品。哎呀，你总算大吉了！一整你去院去割大吉，赶个那个小吉啥的。嗯，那年也是看着你们，也是怕老长时间了。嗯。这是老木匠了啊！那做的多好看！那老爷子是老木匠了，嘿嘿，确实是那么说。嗯，这老爷子卖的这个小手工艺品都招人喜欢呢。你问你要不要麻婆？这是以前种地用的犁杖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的，这我小时候可能知道，用老牛。还去给我买个冰粉喝，还没吃过呢。那边是产品展示会，这边是美食的了，是吧？嗯，还挺热闹的。大鱿鱼。活动时间：四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三十日。挺好看的，放电话号的。对，带电话号65，这样式的话就45。对，可以做成摩托牌，电话号随意更换。漂亮，手工艺的。小八夹脏了，你就给它放水里，用牙刷刷就行。俩，嗯，啊，你姐看了，你姐该生气了。哎呀，刚才在广场上转了一会儿啊，瞅着是挺好，待着真闹腾哈。现在又过来接姑娘了，接完姑娘我们就要回家吃饭了。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